秀一下你手上的这个千彩之海的限定款腕表，各个角度就麻烦韦静照顾一下咯。韦静呢手上所佩戴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千彩之海限定款的 AT818864L， 可以看到这个在韦静的手上，我感觉起来是非常的抢眼，而且吸睛百搭。刚刚这个麦克有提到过，这一次我们这个蓝色调呢是跟这个 FUJIFILM 来合作的一个结构色的表盘，可以看到呈现出一种大海非常非常斑斓的美妙色彩，黑色的表圈则是呈现出一种海底洞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酷炫而且有气势。这是呢我们跟 FUJIFILM 来合作的结构色表盘，也是呢世界上第一个腕表品牌跟他们来进行合作。重要的是呢，韦静手上的这个表，我们的千彩之海系列呢，表盘材质是100%可以回收的哦。在这个一边呢秀自己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一起来环保爱地球。哪边需要再补一下下画面的吗？好，来这边麻烦韦静看一下下漂亮小姐姐。好，还有我们的官方摄影师这边也麻烦再给到一下下。好，后方的一些电子媒体朋友们，我们的 cable 们也视线可以扫过去一下下。今天这个韦静一身正装哦，很帅哦。好，都 OK 吗？好，感谢大家，我们帮韦静送一下麦克风哦。王韦静说他是海王子哎，说他是海洋的小孩呢。海王子好像热炒店，就是海瓜子，不敢说海什么海王子，其实我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去海边玩，这样往海边跑。所以有看我 IG 都知道，就是夏天的话，我会有一些在海边拍的照片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热爱到晚上10点去冲海边哦。对，就是前几天也在去，就是我很喜欢海边的感觉，不管白天或晚上都有，就是常常去海边会很想让这个很漂亮的这样子的环境跟景色永续的流传下来。问题，所以这首歌就变成一句。对，所以今年就决定把它拿回来发行。也没想到这个歌2年了还没卖出去啊！对，这首歌绕一圈回到韦静的手上。那日前这个歌也正式的上架，跟这个姚爱妮也拍了一个很好看的 MV， 对，就打给了多多的这个点击，看起来听起来。谢谢。不过呢，我觉得今年2023年对于韦静来说应该算是蛮丰收的一年。是。比方说像是这个金曲奖的主持，对，金钟奖的入围，是，很多品牌的邀约代言，然后呢演唱会的进行行程，是。我很好奇哦。这么多的事件当中，哪一个事项对你来说是这个今年的限定款？限定款，对，今年的限定款事情，其实今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情，不管是个人，不管是舞剪辑，都有很多很多很忙碌，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演出。那我觉得最限定款的事情，还是你刚刚说到的入围金钟奖这件事情，对，就是自己没有想到会入围，真的没有想到。